此次改造过程中，我们首次加装了自动化运行模块，在后续任务执行过程中，将大大减缓岗位人员执行任务的压力。未来行星探测任务中，我站深空天验阵通过接收下行数据，并进行合成，整体能力将得到再一次跃升。预计今年年底将正式投入使用，参与到天问一号任务中。